赵薇公开父母年轻时的照片，语气充满感谢说道，到现在最幸福的事就是爸爸妈妈快乐幸福，好爱爸爸妈妈。照片中他还是个小孩子，一双水汪汪大眼，高挺鼻梁和赵妈妈一模一样，赵爸爸则是戴着黑框眼镜，五官深邃立体，笑起来更是神似黄晓明，引发热烈讨论。赵爸爸赵妈妈的照片曝光后，许多网友见到爸爸撞脸黄晓明，纷纷笑亏赵薇，难怪不和黄晓明在一起，和一个爸爸长得像的男生实在很难交往啊。事实上赵薇大学时期的恩师崔新锦爆料，他和黄晓明聪明的不一样，在一起过不了日子。黄晓明尴尬接话，我跟我老婆过得挺好的。一旁的赵薇则笑说，从来没想过在一起过日子。原来黄晓明赵薇无论是观念性格都完全不同，我们俩正好这种性格是相反的。黄晓明也坦言，由于女方个性太直，虽然对方有些话真的是脱口而出，但其实很容易伤到人。我其实好几次被你伤到，我简直就是想喷出来，但我后来就又咽下去了。也曾为了爱整天傻笑发呆。